大家好，我是 Trisha，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 行星科学家对火星侦察轨道卫星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拍到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确定了珍珠高地 Margarita Terra 里面是有黏土沉积物分布的。这个高地里面包括拉东山谷的北部 Leyden Fairs、 拉东盆地南部和盆地周围的西南方高地啊。这些黏土意味着长期是有水，它是由中性 pH 值条件下形成，水分蒸发极少。研究小组认为水大约在38亿年到25亿年前流到这里，虽然这些不可以表明有生命存在的确切证据，可能需要进一步挖掘火星化石才能够证实到是否有生命存在这些的确切证据。但根据这项最新研究，可以由火星表面和沉积物观察到以及解释到火星生命存在的条件。研究人员认为黏土最初在拉东盆地上方高地的周围形成，然后被水侵蚀，顺流而下进入到拉东盆地和拉东山谷北部的湖泊。研究人员发现黏土和其他岩石的分布是和周围的水分布呈现一致，更重要是黏土是营养物质的来源，亦是周围环境的稳定剂。将水、营养物质和稳定条件放在一起，有机体生存的几率就显著增加了。可以总结一句，火星土壤是有迹象显示曾经是有适合生命生存的条件。以上的研究是发表在 ICARUS 期刊里面的。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的时间再和大家分享啦，拜拜。